无法改变生命长度，就拓展生命宽度。我是王一卓，海外名校统计专业硕士毕业，现就职于世界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，担任数据分析师。认真、高效、沟通是我的职场法则。工作干得漂亮，生活也要玩得开心。社交账号分工作号和私人号，同事和我的生活不会有太多交集。我需要自己的空间，展现真我，释放真性情。走，带你们瞧瞧。我是重度游乐园爱好者，这里是我的精神乐园，可以尽情撒欢，最喜欢刺激类项目。天哪！项目一定要玩两三遍才过瘾。游乐园的幸福不能用时间来衡量，我会为了玩一个项目排三四个小时队，等待会让乐趣无限延长。穿贴合游乐主题的情侣装，戴可爱的头饰，为你拍美美大照片。我希望和你玩遍整个游乐园。爱情千万不能端着，撒花越尽兴，爱情越牢固。我希望和你看一场烟花，当烟花在天空绚烂绽放的那一刻，有人想到的是节日，是童话，是爱情，你想到的会是什么呢？